娘妞系过年过节介绍，苗栗出出太后山就会当好娘妞个闹热气氛。伫高山地都自家祖先的流水，还个跳过水公所个烧盖，老杀气来好，用个做新流，造型流水真是新的，也象征的传统文化向下当地。联合太后土木屯防灾工厂后呢，给三年前学生的曾顺弟，因正式参加过苗栗的帮融会通地下道，古所屯同学自家整的流队，上个屯洋流文化带入学校，也变作内行的其中一项特色。到最后啊，我们到大三，我们是系学会的一个成员，就想说把这个发展成我们的系上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点，那我们就大家同意之后啊，就这样子执行这样。参加的同学表示，对运送洋流都实际参加两队排练，韩国做神流如海龟难得的体验，一年的太后神法也变让韩国多用奇妙。我们就是因为平常都要上课，我们都用六日的时间，早上画龙，之后我们都是下午或晚上来练的，所以我们都用课余时间来完成这些东西。虽然有点累，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，还蛮值得。始终邱炳坤对游后生的来感念帮两块通感觉过安慰，也讲也表示客家庄传统文化又在当今下去。非常清楚地了解了客家元宵的文化之后，紧接着第二年，他参加了我们的放龙体验，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文化，而且这是一个人的利益美跟信仰的结合。学生爱参加帮龙法通，爱先有一米龙，古所施工收入前线，后本学生爱屯沙旗合作合作神龙，学生爱如实的顺势去参加。下个新闻，容易诺努力报道。